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于国历113年4月11日至1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，仰仗佛光威德，消除无明，洗净业报，加持一切众生走向光明，祈求人人平安幸福。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集会场，道场地址宜兰县礁溪乡龙潭村龙潭路103巷99号，询问电话03-928-7377 03-928-7377。